哎，姐夫，我旁边一边。无人客啊！中昼食饭时间啊，大家拢伫遐休困啦。啊，姐夫，你食饱未？我食过啦，恁食啦。金辉啊，啊这段时间辛苦你啊嘞，店内有啥物代志吧？无啦，你叫阿姊哦，别烦恼。阿姊夫，你身体有较好无？差不多就安尼啦。金辉啊，我不多谢你呢，我住病院一段时间哦，你定来看我。姊夫啊，你免客气，我拢是一家伙啊，互相照顾本来就是应该啊。啊，对啦。这哦是这礼拜收的啦，麻烦你哦交阮阿姊。哦，好啦，无问题。无恁食饭啦，先来走啊。喂，阿天啊，我老邱啦。对啦，阿詹吼，拜托你的代志安怎？哎呦，莫啦，我着足久无拍牌啊，啊恁山区搁找别人嘛？好啦好啦，我先去啦。金辉啊！我来走了啊！好啦，你顺行啦，替我甲阮阿姊问好哦。明仔啦，啊！他们也顺行。我等下啦。要不要睡？你有感觉那个真过分吗？哎，有讲这严重啦，刚看我回来呢。你今仔日有去店内收钱无？有啦。回来。先欠的啦，什么拿你借？什么叫做先欠的？啥你甲我借？欠就是欠的啊，过两天哦，我想办法还你就好啊。你莫唔出声啊！你，我伫问你话啦，你今仔日哦，一定要讲清楚。店内钱上少有万外块啦，你家己倒去啊！拜托，较细声啦，妈你困。我唔管啦，你今仔日若无跟我讲清楚哦，我就去跟妈讲啦。嘿，你足烦的嘞！我拄则唔是讲嘛，无你跟我算利息好无？到时我连本带利做出来害你啦！即摆我拜托，妈你困，莫来吵精神。气死我！你，我从来唔捌看，我从来唔捌看，参像你这样皮的人。你今仔日甲我讲清楚，你甲我讲清楚，遐钱你家己倒去啊？啊？我钱输去啊！啥？你讲啥？你怎个跋筊啊你？你！
阿妈，阿妈一定要我查警醒了。阿贵呀，这暗暗要困哦，还是讲看什么呀？啊啊，妈，我无啥啦，我无小心哦，把个被啊弄破啦。你想到唔接呗？嘿，你嘛较拜托，你相框呢？我咪笑诶，嗯，我家在哦，牵着我。好，好，你快记，等妈妈嘛转去吼，你提啊记。不好意思，家你差精神啊！啊，国权刚回来呀。国权哦，回来，早都回来。啊，即摆吼，囥啊高高叫啊，连我杯啊家弄破吼，拢无家差精神啦。啊，所有清气，唔通去擦掉。好，紧困啊！我知影妈，你嘛较早困嘞吼。失恋啊！我甲伊赚的钱拢输去啊！我输去哦，唔是用遐子啦。我输去，是安怎你现在这么失志呢？今嘛你咯，根本无参照。当初我是要嫁邱国权，这是怎啊？对，讲我刚才我家己讲一个恢复感，这么落了。当初，你伫河边甲我求婚的时阵，你甲我讲过，绝对袂好，我袂过嫁给你。你保证讲，你会尽你上大的能力，去来打拼，给我过好的日子。用你上大的心思给我快乐，这拢是你讲过的话，我拢会记的。你嘛家己保证讲，你一世人永远永远拢袂袂记的，啊结果呢？啊，小朋友都送回去了，啊，我就先回家了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再见，叶老师。好，拜拜。
安怎？今天的事情安怎？这个得我给你冰清好茶去啉啦。啊，等下我这做完吼，你给我送上去。哦。 阿祖啊，即马你是愈做愈紧呢。哼，我着做熟手啊。你是答应过我，袂用搁下面跋筊哦，你唔通袂记即咯。我知啦。我来提几罐凉面。 来来来，吃两个，吃两个，脆蛋吼，嘿嘿，脆蛋吼，来，哎，吃两个，吃两个，哎，钱摕出来咯。嗯，无你请咱哦。谁讲要请啦？哎，阿好啦，今日我赢钱啊，我请啦。无要走哦。不要走啦。哎，你是要跪鸡碎你哦，今日无胜利的份啦。一点点啦。今日输赢安怎？ 无啥物输赢啊，啊水一半行啊行半点钟，有够慢的啦。水啊，紧啦。阿舅啊，我做完啊，来，我到三工者，你把这货送者吼，啊进前遐的数嘛算算的，搁摕一寡新的转来，免代志。你去送开较好啦。是安那？我去送，啊你送我送，毋是拢共款？当然无共款了，我常常去送哦。 拢算唔对，前顶届算唔对，减摕一百块，你袂记的？你敢毋是超工找你有爱我出去的吼？你免烦恼啦，你去送货，唔免半点钟，就算讲我是孙悟空，会七十二变，嘛变袂出什么花样。讲的嘛对啦，好啦，听我摸嘴。好。说你的。难无要紧啦。 记得，我拢拄走尔，我敢若有二十五分钟会当算。哎，我不管哦，你预告到位，拢爱起来，互我算，互我算啦。咱这盘也袂算了嘞，你。阿公啊，你拄则毋是嫌，啊，做个收盖久啊，阿舅，我嘛等了等盖久啊嘞。对啊，你。无安尼啊，我有办法，大家做伙来算，咱来算，鸡尾炮安怎？哎，安尼算赢较大哦，靠主意。对对对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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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来来。 你转来啊？你在创啥？哪一个人戆坐他们家？我伫咧顾店。你输钱哦。输钱？无，我无哪会输。你哦，免想要甲我骗啦。你尻川小尿，一要创啥，我拢知。我真正是无伴，唔相信你会当有后吗？
你行到准准煞，竟然跋遐尼大，搁算骑马跑，你是要跋家伙是？较早一输是几啊百，即摆一输是上千个啊！我就是予你念衰的啦，嘛毋是我讲要安尼搬，是阿舅讲要安尼算的啊。没话，我创啥？我嘛是司机。阿舅啊，我你你啥物你啦？你讲我遐济，明天嘛要帮忙伊啦。就跳的，跳你死！我办都不能过，那里诸事不宜。乖啊，别哭啊，哈！乖啊！啊！啊，乖啊，别哭啊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别哭啊！哎呦，乖乖乖！乖啊，别哭啊！啊，乖乖！啊！阿青，我来问你一下哈，哎，啊，乖乖乖乖，啊，麦克麦克麦克，哦麦克，好好乖啊乖啊，啊，啊，乖乖乖乖。照顾伊。哎呦，啊！伫厝诶吼，依靠啦，饲只牛奶嘛无爱食，规个抱来互你啊。啊，啥物抱来吼，伊落去就睏去啊。我踮来遮尔啊无闲，你抱来我免咧做事啦。嗯，有啥物法度啊？阿姐啊，叫我算一下吼。啥物叫你算一下？你家当作是铁头米啊？好啦好啦，我是讲吼。伊个宝贝查某仔，就我抱一下，好吧？好啦，莫甲伊吵精神啦，吼。平妹啊，阿细，你去抱去后壁睏啦。抱去后壁。好。阿细，先来睡觉。拄只我吵死。好啦好啦，伊无用啦。哎，老邱啊，后壁有你豆汤啦，你家己去摕。啊，袂啦，袂出单啦，我休过就。还谁啊？来，张太太，你看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唔是满意。这个发型吼，太自然啦，哈。体贴的，多谢。谢谢哈，欢迎光临，五一家都来哦，哈。
太太哦，足久无见嘞，你咧无闲啥啊？啊，我拢有代志，拢无伫诶。哦，今日小妹今晡去洗脚咧。歹势歹势啦。大小姐。好。你今仔日吼，要洗头，还是要洗倒？我要洗头，啊，我想讲顺便增加收一下。好，无问题。小慧啊，来，老艾。看到你啊！好嘞，你来。哎呦，孙太太呀、啊，你这卡手指奈遐水啦！这阮翁送我的啦。最近海上鱼花量较侪吼，伊就花花加较低，伊就加批我转来卖，安尼会当加赚寡。啊，卖鱼敢然只遮尔好赚？利润阁袂歹啦，花花加甲市价差真侪，做这项生意。也是爱有几十万啊，投资风险阁袂少呢。安尼哦。老叔啊，你那几天安尼戆神戆神啊，在想啥？贵啊！嗯，我想买卖鱼啊，好不好？卖鱼啊？嗯。哎，隔行如隔山呢，你哦，不是做这个生意的料。哎，啊，无我是做一块料啦。刚刚我伫咧心内哦，恁卖遐都无够资格哦，莫看也无去啦。你快去洗车好无？你哪咧困？我啥物时阵看你无去啊？我只是讲哦，隔行如隔山呐，爱做生意嘛爱知影味觉啊。你若唔知影味觉，你就做袂起来啦。哎，你这人嘛足奇怪呢，我干呐讲两句，你就起心地。莫怪恁家的人拢讲你吼，讲避免就避免啦。嘿，你这莫名其妙嘞，像我避免就避免啦。我知影啦，伟弟咯，你着看我敢若参像一个食软饭的哦，看了足惨白的就对啦。你若拢讲袂顺车啦，你是咧找机会甲我冤家是？你无同孙太太咧讲哦，你爱做这个生意进前爱准备十万块呢，十万块倒未来？好。讲到问题啊吼，问题就伫遮啦，你就是惊我吼，带你提钱去做生意啦。我知影啦，我即马无钱啦，即个家吼，厝厝内我靠你来趁钱来维持啦。哎，你通讲吼，你无爱借我钱啦，也是讲吼，你无希望我去做啦。我请你莫讲啥物，啥物隔行如隔山这种借口来塞我的嘴啦。哎，你莫侮辱我哦。啥侮辱你啊？为你咯，你心内就是安尼想啦。好啦，好啦，我明明都无安尼想吼，你硬要安尼讲啦，我都予你安尼想啦。你这人哦，真莫名其妙嘞。凊彩你安尼讲啦，唔免麻烦你啊啦，我家己想办法啦。
六笑啊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我嘛有话要甲你讲。好啊，你先讲。我知影我无钱啦，这样不管事哦，我来你伸手。但不过我唔是一个无想要振作的查甫啦，所以我带你借好无？你先拿手头能花表来借我，等我趁钱哦，才连本带利做一摆害你，安尼好无？老邱，我无想要借钱给你，啊，不过我现在给你钱啦。怎个？夫妻哦，本来就是同心的嘛。我嘛就欢喜啊，你想要做一寡代志，我只是讲哦，要提醒你啦，做什么代志之前哦，爱先计划清楚，爱想清楚。安尼哦，较袂失败啦。我一点仔拢无看不起你意思哦。阿贵啊，我嘛想清楚啊。假使讲哦，咱不十几万本钱，咱应先甲迄孙太也参详一下。咱准备差不多三四万，啊，请伊甲因先生讲。啊，伊的货吼，先配一寡给我，出去买，安尼咱的负担甲风险拢较小嘛。我爸一定会当趁钱嘛。嗯。就想知影，人工到三工。嗯，好啊。阿舅啊，我明仔载吼去找孙太太，甲伊讲一下，我想应该无问题了。外口哦，风头，莫去刮着。来，来来，拿起来吼，上次的遐拢在遮啦吼。我先生免钱哦，来，花姐哈，太太来，花姐，先生的药都比价了哈，太太买鱼啊，吼，买鱼啊，阿伯，三万吼，一两五块啦，一两四块二啦，我来你称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你看一下哈，这是一斤加三两半哈，一斤加三两半，一斤是十六两，加三两半哈。小姐啊，你是不是第一刚出来做生意啊？那算一个小哥，算你算个算这么久？我呢，我当然算到真足了咯。哎，啊，那算鸡吼，你吃亏啊，算少我就了钱啊。我这人做生意哦，上公道的啦吼。你等一下吼，太太，啊，你也知我是第一刚做生意啊。你看你穿安尼啊，人穿安尼。要要，上次的鱼啊，只。好啦，等一下。买菜哦。拢总是哦，八十一块九啊，你看一下，对吧？好。好啦，我来处理一下哈。好好好。来，奶奶，这鱼啊好啊，好，剩你八十一块就好了哈。来哦，买鱼哦。阿哥是你算较紧。十九块，你五块再来啦哈。你算够吧，拢用计算机。啊，无爱买就准煞，搁嫌我慢。我咧清查都理唔对啊！哎，来哦来哦吼，上次的遐拢伫遮啦吼，无新鲜免钱哦，来来，笑来来，来来来啦，上次的遐伫遮啦，哦，来来来来来。阿姊，先食。我等你去吃啦。
哎，对了，依琳呢？你回家无恁未？有啦，伊食饱困去啊。啊，你伫遐写啥物啊？明天早上发薪水，我咧准备钱。啊，对了，我白天甲你讲啊，今仔日透早啊，你还袂来进前，董太太有来找你收花仔钱啊。嗯哼，我知影。啊，对了，水电的单拢来啊，爱我替你拿无？我知影啦，等下我甲钱摕予你吼，你明仔载替我提啦。好啊，我知啊。啊，对啦，金花啊，明仔载李小姐甲张太太哦会来提花仔钱啦，我等下甲钱拢准备予你。我是惊讲明仔载我万一若是无伫吼，你甲我提予伊。好啦，阿姊，你的花仔会带伤济无？无法度啊。我一直想要讲有一间家己的厝，啊，对花啊吼，存钱较紧啦。安尼负担真重嘞。我即马干那知影，一个月有28天，我拢咧准备要纳户人。洗手无？哎，我记。来来来，依明，哎呀，爸爸洗手哦。哎呀，爸爸洗手。哎呀，快快快快。啊，你今仔日的鱼仔拢卖了啊？无啦，还佫剩一挂啦。我去，我拢扎转来。啊，那涂骹拢是水啦。边角有些水啦。乖乖哈。啊，你安肯哦？第二天唔就歹去啊？袂啦。啊！你莫看，我买遮侪冰角，哎，安尼吼冰角放的吼，遮鱼仔到明仔吼拢袂歹啦。哎，即我煮一个大冰箱，我头脑巧。嘿嘿嘿嘿。安尼敢食会呢？不要紧啦，你放心。哎，我今日煮饭我巴肚枵啦，吼。一定好啊！快！我咧抱者就哭啊！你看鱼仔臭臭味啦。系啊，今日煮饭，啊。老师啊，啊，你在找啥物？哎，阿贵啊，嗯，啊，我遐个短裤啊，啊，搁较有面子是遐内家，你看看。下骹是我来啦，你家己穿。哦，下骹这啊。嗯。爸爸在做物件，爸爸做物件。哎，明仔就方便啊啦。哎，对了，阿贵。我问你吼，迄啊一斤是几两啊？16两啊。啊，半斤嘞。哎呦，你无听咱咧讲啊，半斤8两。哦，爸爸讲大块。那你啊，一公斤嘞？26两啊。26两。嗯。嘿，阿贵你袂歹哦。安尼啊。这有啥物困难嘞？安尼我问你，嗯，若是讲吼，一两是4.2。安尼一袋斤5.5两是偌济？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哦。好。90.3元啦。咁有影？一袋斤5.5两。你看爸爸。90.3元。对。哎，佫真实的咧。啊？你遮厉害啊！
若要做生意吼，你的心算来算较紧的啦。啊，你甲咪阿庆庆的吼，连咪甲咱讲介绍，人家感觉你是专业的。不一样。游去啊！我做水啊！要安怎啦？伊也无神仙，要安怎办？阿伯，阿贵啊，阿贵，我出去买面干吼！来啊来啊！我这大鱼啊吼，大出清啦，拢总卖半斤吼！来，小贝小贝，大家来哦！来太太买鱼啊吼！来来，拢总半斤啦！来，头家安尼济，鱼啊才上钓，啊有刺无？哎呀！讲实在啦，我这鱼啊吼已经过暝啦，伊才退冰啦，所以讲哦，只俗俗啊卖半价。但不过你放心哦，我这鱼啊拢无歹啦，唔相信哦，你家己见家己看，好不好？来，过当接受啦，啊，这个我穿两回啊啦。哦，三码哟，来来来，给穿两回啊啦吼，来，俗俗啊卖你。哎，太太你看下吼，这四尾三码吼，拢总是一斤两两，一斤两两吼，啊，本来是五块。俺是六十，算你半价，三十块。啊，头家，你手拢无所在通写呢。无要紧啦，啊，倒手无换假手就好啊，吼。来，我带你处理一下啦。好，好，洗较清气的呢。好，无问题。伊多生出来时阵，我看伊在保温箱内底啊，敢那笑遮尼大，敢那一只鸟鼠啊！嘿，啊，啥物才无偌久，生到遮尼大汉，啊，看起来哦，健康，佫过只哦，无够无够无够哦！爸，伊哦，常常咧看医生呢。为什么？哦，毋是咧咳咳嗽，就发烧啦。是哦。啊，医生安怎讲？讲伊有啥物毛病？我想讲吼，可能是早产儿体质较歹啦。我若有时间吼，甲伊调调的，看身体会较勇袂。哦，我看伊，你照顾甲真好诶，应该无啥物问题啦，吼。哦，麦克麦克，哦。麦克麦克，麦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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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要再叫了，大声。哎，你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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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伊你。好啊，内底四千块你提去，另外两千五是我要给你的。阿贵都只给我钱尔，阿爸不是跟你讲过，我也无咧欠钱，以后恁就免给我钱的啦。来，提当去家己。阿爸，你收的啦。哎呦，你收起来啦，这是阮做查某囝一点仔心意啊。阿阮自细汉哦，你这么辛苦，甲阮饲养大汉，即马阮有能力啦，会当照顾你啦。这嘛是阮的快乐甲光荣啊，收起来啦。是恁这场，大家拢真友好。以后啊，恁只要将家己的家庭照顾甲幸福美满，阿爸就满足个啦。阿爸，迄一个家庭吼，有圆满也是无圆满吼，毋是讲靠阮家己去经营的呢。迄是阿母两个人的互相的呢。迄是当然啊，啊，毋过做母的人。嘛是爱守本分啦，啊无，为什么人咧讲什么相夫教子，对不？相夫教子，迄我嘛知影啊。
啊，毋过就是惊吼，有人无爱互你管，你嘛管袂叮当啦。是安那，阿笑，你甲平洲，敢是有啥物问题？爸，这阿舅啊吼，啥物拢好啦，就是有一点我已经无法度忍耐啊。是啥物代志你无法度忍耐啦？你毋知影啦，阿舅啊吼，伊即马逐工找有时间有机会吼，伊就去和别人跋筊呢。干嘛呢？平洲无亲像会晓跋筊的人呢。阿爸，你就是伤过信伊啊啦。伊即马吼，逐工拢和别人跋筊，我无骗你啦。是哦，啊！你甲我讲，伊是拢走去倒跋筊？店门口啦，即摆吼，厝边隔壁拢互伊邀过来食，逐工就伫遐跋筊啊。安尼，我找一个机会去告劝伊一下啦。得失钱，搁要开这么侪精神甲体力，无赚一个无要紧啦，搁要了钱。唉，算算哦，实在是袂好啊。赔都已经赔啊，伊念伊伫念，哎，出体力甲精神人是我呢。吵吵吵吵啥？哎，你若嫌我念你的烦哦，那呢我问你啦，我倒一点讲唔对，哈？当初我就甲你讲啦，隔行如隔山啦，你都唔听啦。若唔知影代志，你就莫去做，你硬要去做啦，到即摆好啊啦，吼、哦，劳命伤财啦，迄有啥物意义？哈？啥物都无意义啊！我做生意本来就安尼，有赚有赔啊。我第一届做较无经验，当嘛是安尼。你吵吵啥物意思啊？哎，你是讲对还是唔对啊？啊，迄个叫的人是你呢？自头到尾拢是你甲我大细声呢！我讲话本来就大声啦，你无欢喜才出去啊！哎，是安怎要出去嘞？这是阮家呢，啊，搁有啦，哦，我感觉真奇怪嘞，同款的生意啦，是安怎别人做拢会趁钱，啊，你做着了钱啦，啊，搁有啦，啊，明明拢是我的钱，拢互你了了去啊，是安怎又搁互你歹？你歹我歹啥？哈？哦，你爱骂我进钱哦？你也是骂你家己，检讨你家己啦，知影无？我是要检讨啥？我倒位做做唔对啊？我唔是讲你对还是唔对啦，我是讲你哦，无路用，无路用，无路用啦！你哦，伫外口啥物代志拢袂晓做啦，今日转来甲我歹啦。啊好，好，算你敖啦。邱国权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台江过来，你报告遐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敢甲我出去哦，你甲我试看卖。好啊，我才要试看卖，你到底会用对我安怎？邱国权，邱国权，你甲我转来啦！你，好，大概做唔对代志，做唔对代志，都甲我歹。了钱，干来了钱了。